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迪恩，96哥的梦小王子。那么今天呢，就想要来测试一下我们的这个最新的产品 2X Ultra HD Pro， 到底它粘上去车以后效果是怎么样的？那么我的车已经粘好了，现在就带你们出去看一看它的效果。从外面看的效果。我们看到就是前镜四面镜子，包括后面我们都用的是35%透光哦。那么如果你喜欢更亮一点的，有50、70透光都有。再来暗的话，20、05都有。它清晰度呢，这个35整两层粘下去啊，看起来就好像在粘透光50那么轻哦。你们可以看一看，从车里面看出去的效果。OK，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车好了，看到一下，对着这个阳光。这个是我们最新的 product， 两倍超高清，两倍超高隔热，可以看一下，它对着太阳暴晒进来呢，也是完全高清的，清晰度很明显的，不会说有那层蒙蒙的雾度。OK，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。OK， 所以对于晚上驾车来讲呢，它也是一样，那个晚上的路灯照进来呢，也是超高清的效果，不会说影响到驾车有一层看不清楚蒙蒙白白这样的东西。 OK， 哇，真的是一级棒，这个新的这个 product。 那么老板想要拿到 sample 来尝试这个 product 的，可以再点击以下下面的链接填入你们的资料，我们会安排把样本发给你，发给你 sample 拿去 test 一 test， 到底它有多么的高清，多么的高隔热。谢谢。